机的角度不动，这里面任何一个人他可以用我们叫做 entity mode， 它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你看像我现在这个叫做 mirror mode， OK， 就是我是看到好像镜子里面的自己，嗯，这样子，嗯，对。那摄影机也可以 take 一下画面，不然观众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对，对，这个是从 mirror mode 从镜子里面看自己。那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嘛，对，所以接下来好比说我坐到这个椅子上之后，啊，那 你就会在这边出现嘛，当时理论上了，对。那我们如果任何时候需要更多的道具或者更多的场景的话，那乘客这边是可以帮忙扫描，不管你要带一束花、一个椅子或随便什么东西进去，它是都可以带进去的。那举例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好比像说觉得这边应该有一个白板，我应该可以写白板，嗯，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好像是类似，对，这个算，这个椅子太高贵，没有想做，一般的塑胶椅就好了，对，好，那我现在就是按一下说这个塑胶椅，哎，就会出现一座塑胶椅在这边，uh-huh. 然后我就可以去在这个编辑的界面里面，嗯，去调整这个塑胶椅它的位置，啊，转过来，对。